盘点那些花式占便宜的搞笑瞬间。没事没事没事的，你出去。哎，好嘞。关门。你们要是嫌弃我，我马上拍屁股走人。走人就走人，可你能拍自己的屁股吗？哎，响了，听见没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有东西没结账啊？没有啊。我收一下来。走吧，机器坏了。What？ 哎，响了，是不是东西没结账？没有啊。你算过来，收一下来。走吧，机器坏了。哎呦哎呦，慢慢点慢点。哎呦大哥，慢点啊。哎呀，人太多了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的。别生气啊。我知道，你别嚷嚷。千万可别让你爸知道，你爸要知道肯定得揍你。出来就给我丢人现眼，我的脸没了，就用两块孩子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你喊了个啥？小孩知道啥了？咱是咋？哎呀，筷子掉了！哎呀，我筷子也掉了！哎呀，什么筷子你都掉了？哎呦，我的也掉了！穿鞋穿鞋，我们回家吧。啊，不不用你看着呢，看着呢。哦，不，慢点啊，慢点啊。想到一些伤心的事情，然后眼睛自己闭上了。我给你看看。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？没有，我就是头皮头痒。头什么痒呀？神经病吧你！哎，挺完火，还想走？住手！他躺着，没有吧你？你让我看一会儿。我们去医务室吧。不用，抱一会儿就能好了。走吧，回头再找你们算账。走了。他这个情况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就是装残。你要干什么？凭什么打我？你说我凭什么打你？臭流氓！我告诉你啊，饭都乱吃，话都乱说，谁流氓？你！我怎么就流氓了？你看哪儿呢你？哎，这眼睛长我身上，我愿意看哪看哪。那你也不能那么看呢你！我怎么看了？我怎么看了？这老头在这盯着你20来分钟，你不打；这哥们10多分钟，你不打；他都吊起来看你，也不打。还有他，录像都录5分钟了，你也不打。你单单就打我是不是？我就看了一眼你就打我啊？你是不是欺负我个小？这叫不讲道理，你知道吗？
你们干什么？要抢劫？救命啊！抢劫？隐身！他真的有脉搏，不可能是鬼哎！神经病，不应该是把脉，也是提心跳。真的有心跳？我不相信。真的有哎！我也不相信。不可能！走开了，轮到我了，干什么？走开！我还没摸啊！心跳验过了，大家认为怎么样？验别的。好。警察。哎呀，英雄，你撞到我胸了，胸疼。现在不疼了吧？你占我便宜啊！你放手啊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我不，占了便宜想走。那你摸回来，摸啊！你们怎么是两个人给我按？这是我们店新增的项目特色。怎么老摸我腿啊？这您就有所不知了啊！这是世界上刚发明出来的一种新的按摩手法，叫做抚摸疗法，可以治疗他的内分泌失调，可以防止骨质疏松啊，就是防止长一些骨刺什么的。对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杨先生，干嘛？你们点的技师已经来了。你气我干嘛？我不急中生智救咱俩了吗？王太太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男一女啊？来这儿的都是一男一女，不是？我去，等会儿，对不起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是不信你，就被他发现了，有病，来看我吧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怎么能学起警徒心呢？我没什么，你看够气吗？告诉你，这次人家泼的是热水，下次可就流血了。你谁啊？我儿子表弟，他是我表弟了。知道这位美丽高贵又善良的人是谁吗？他被你无情的偷看。从你不能阻隔，总有。日出 Nice 古时候万丈遥别看了，人家现在是大嫂。怎么还偷看？查到了，你少跟我装蒜啊，宝宝真起来过了，我起来了，快帮我解释。你占我的便宜，你要对我负责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火车会管了？老师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发音不太好啊。来跟我说啊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好多了。没见过的东西突然出现，任何人都会看两眼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人性。那个眼药水有没有啊？我的眼睛三分钟之内肯定会发炎。这回自己来啊。我自己来。都练那么多天了，来慢点儿，往前，我在后边保护着你呢，放心。手打开。好，往后，控制住，往后，慢点，再往后。来，好，你告诉他我一会儿就去啊。哎，好，来。怎么了？继续练啊。让你摸我屁股。起来！你怎么吐在我身上呀？
你干嘛呀？刚才好危险，你没看见啊？什么危险？你变态啊？快点！哎，别闹了！不是啊，他们我……你别以为我好欺负，你再试试看。你小心！趴下！快点！你这个色魔！我老婆都没有像我这样。纸没了。